嗨，你们好。这五个有名的中国品牌，你知道怎么用汉语说他们的名字吗？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，华为，华为。第二个，小米，小。小米，米，小米，小米。第三个，大江，大，大，江，江，大江，大江。这家公司最有名的产品是。无人机，无人机。好，第四个，阿里巴巴，阿，阿，里，里，巴，巴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。这是一家电商公司，电商。最后一个，百度，百，百，度，度，百度，百度。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